球啊，拔球。可以买过来，跟你交一张这样画雕像。多谢哈。再见，好了。真係好靚啊！嗰啲人，嗰啲女仔都，佢哋個係，肯定係噶啦，嗬。哇！嗰啲馬啊，加咗嚟冇得睇啊！哎呀，而家做咗第二批做啊，睇點樣行啊？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么，一段欢快热烈的舞蹈就拉开了我们今天庆典演出的序幕。少女的情怀总像诗，纯真自然。人类朴实的情怀总是在自然中尽情的流露，特别是在这个欢庆的时刻。那么接下来，请我们一起来欣赏汕头市歌舞团吴思恩带来的歌曲《把耳朵叫醒》，有请。